你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古光，将经纶点亮，爱到最后受了伤，哭得好绝望，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只期盼你金珠流转的目光，请给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的爱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想。谢谢。好，取外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，他说不可以给教官取外号，然后不可以用手指你的领导。我们教官还是非常帅的。迷彩应该怎么画？我画成了豹纹呢。早上好，我给你带东西了，我给你带礼物了。不用带礼物，我给你带了，我不是贿赂你。被拿放下来。不是，你能平安站到我面前，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先把被拿放下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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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这个是我画的，我觉得挺适合的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的班，你是我们的班花，所以是画了一朵花。然后这个是上次给你买的跌打损伤的药。你这算是在不贿赂，不贿赂，是不是贿赂？不是，不是贿赂，绝对不是贿赂，这是朋友之间的友谊，友谊的象征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班长。有哪名同志想提问自己战友？报告，我提问，杨幂。值班室的最后一位，加二连的第二位是多少？值班室的最后一位，五拐两，拐动钩。二连的第二位，五拐两，四三两，报告，幺六，十六。回答对不对？对对。回答正确。我先开始出题，雷达范目标01，方位327，距离123。杨幂，到。应该怎么读？雷达发现动幺，方位三两拐，距离123。杨幂，公交车上有9个人，第一站下去3个人，上来2个人，第二站下去2个人，上来1个人，第三站上有多少人？复述我的问题。好了，公交车上一共有9个人，第一站下去3个人，上来2个人，第二站下去2个人，上来1个人，一共有几个人？